什么东东？我看，这是我婆婆给我准备的爱心苹果。今天去你婆婆家蹭饭了哟。对，你看我婆婆拿了盘子，你知道这盘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吗？干什么？盘子不是做饭的吗？做饭吃的吗？来吧，盛菜都盛不过，你看这么甜。我想问，这是盘子吗？这不是盘子吗？这啥？这是帽子吧？戴头上。天哪，我毕业了吗？这是盘子干啥用了？这盘子。走吧。见证一下它是干什么用的。我婆婆的意思是用来，不会说让它当盆托吧？它就是让它用来当盆托。太奢侈了吧，一个这盘子得，我这咋这么不像这回事是不是很二？这也太奢侈了吧，这盘子我觉得都得。这盘子是用来干啥的，你说说吧。这盘子比这盆花都要贵。对啊，我想说的是，为什么我婆婆非要让我拿过来呢？你说这是盘子吧，那么浅；你说这是花瓶吧，这么大，这不是占地方啊？这不，你摆一溜，摆一溜看看。我婆婆让我上菜，上菜，上什么菜？再来一盘。她说要不这叫长寿花，来一盘长寿。你看我养的好多。这是长寿花，我养了好多，里面油堆堆的。是长寿吧？油令油，像这个盘子就放不下，好不？这个盘太大了，那放不下耶，咋办啊？婆婆真可爱，放不下我的歌，一二三，走起！那这油，你看这个多上档次，这直接这两个配吗？这是干啥？是从那个从土堆里捡的？这个是从瓦，小时候的瓦缸，这就这样吗？好怪啊，来一排吧，把这些先收了，但上面还有水了，我看。对，我就是让他弄个水的。我婆婆说就怕把这柜子给他弄坏，弄把这柜子弄黑了。OK， 上菜喽。上菜。那我那三盆完了呢。我看看你，看你这花。是我婆婆弄的，你看，咦，开花了，你看开花了。你看我上次买那个啥，你看送的小铲子，可以给它翻翻土。干啥？铲死了，铲掉一个叶儿，你看，铲掉一朵花。我这戳了半天，把我婆婆自己一缸养出来的。哎呀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那这咋弄啊？都这样啊？真丑，放地下室吧。不丑，好看，多好看。太不搭了。再仔细让大家看看啊，这花盆对着盆托美不美？不是，那我婆婆的意思就不让我直接放到这个柜子上，怕发黑。那是不是这两盆也得给它装上？那丑死了呀！那咋弄啊？那这还不得洗洗？回来把它洗洗哦，不得什么鬼？除非不露这个花，这个花太行了。什么花？那这青花瓷嘛，你婆婆是从这珍藏的嘛？青花这瓷器有多贵，你知不知道？可能这样放行不行？这不挺好嘞？这个放这儿吧。我跟你说，有可能这是你婆婆给你们的这个家当，对，没有直接放这儿吗？没有直接告诉你，可能这一二三四，这五个吗？六个。六个不用多吧，一个也就价值10万块钱嘛，这六个得价值60万啊，60万的盆托啊，还在这不知足你。可以拿走吧，我还没洗它呢，就把它落上它去。而且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升值，回头等。你看这瑕疵，你看这瑕疵。那是故意的，然后等回头你再留给你们的孩子的时候，等回头这个这样这六个盘子。你在传给你们下一代的时候，一个盘子10万就升到100万，也就是直接到时候给你们家孩子，给他家产至少能留600万。我说你在做梦吗？梦醒了哈，醒醒吧，我的哥，上班吧，拜拜，冰冰在这儿，好吧。